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我写篇英文博客，先视频先看一下，这个是我另一个微信账号，也是一个女友，她应该是在武汉的，可能大学做老师的，可能还是搞行政工作，我不清楚。她反正一开始表现对我的很有兴趣，这个什么时间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去年7月份的事情，对吧？那可他这是给我的，我的语音就不播放了。他就表示好像非常喜欢我的感觉，还说了我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，还他对我似乎感觉的不得了。跟我就把我找太太的要求啪一下子就发给他了，我再快点没表，他也把要求，然后他就说你的要求都在我的预期之内。这些条件从你口中提出，我可以充分理解。我现在接受你所有的一切，讲的好像他马上嫁给我的感觉。可能连后面他说了，他在武汉，也很孤独什么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我的语音也就不播放了今天。但是呢，到后来就再也没联系过，第二天他就再也没联系过了。就这样，我还有呢，我再给大家看，先暂停一下，再另外一个。